接下来我们继续做题目。好，这里有一个两欧姆跟三欧姆、四欧姆接个图，然后问我们接 AB 接 BC 重叠点多少。这个图看起来怪怪的，老师说过图看起来怪怪的就可以重画。我们从 A 点出发，兵分两路，画换分阵，有一个呢去接两欧姆，有一个呢去接三欧姆，然后两欧姆呢会再接一个四欧姆，然后呢他们两个又汇合并在一起，你只要重画就看出来怎么回事了。所以呢我们就说我们把它重画一画，我们就看出来就长这样。那长这样什么意思？两欧姆跟四欧姆怎么连？串联，串联完再去跟三欧姆并联。好，那串联就加起来，对不对？就六欧姆，就表示六欧姆跟三欧姆并联嘛。六欧姆跟三欧姆并联怎么办？导数相加的导数，所以六分之一、三分之一加起来，让它翻过来，还要再翻过来，变成三分之六，所以答案就是两欧姆。OK， 这是接 AB 的。啊，现在改成接 BC 也一样，就重化，从 B 过来，兵分两路，四欧姆、三欧姆是 A 接二，所以我们就重化一次，变成这个样子。好。对不起，刚才讲说，我刚才是说接 BC 是一个四欧姆，然后接三，三又接二。刚才在口语上讲错，但是图是对的。好，那叫什么意思？三欧姆跟两欧姆串联，然后再去跟四欧姆并联，那串联怎么办？加起来五欧姆，那五欧姆跟四欧姆并联，导数相加的导数，所以五分之一加四分之一变成二十分之九，不要忘记要翻过来。九分之二十，通常这种不能整除的，国中都是求到最简分数为止就好了，这样例题简单，小事 ，OK， 没问题，很好。那这样子怎样呢？这样怎样？第一个 ，AB， 你如果接 AB 有一条没有用，谁没有用？你如果接 AB 有一个是没有用，谁是没有用 ？C 那个两欧姆是没有用，对不对？那就很简单啊，降了多少？降它是多少？可爱大帅哥叫做二十九，没有二十九。可爱大帅哥叫做二十三，二十三有多少？那个两欧姆没有用，那很简单，做多少？多少？三。你做多少？三，请坐。你做三吗？很好。你接 AB 就是一欧姆跟三欧姆串联，两欧姆没有用，所以就加起来就好了，所以就是四。下个没有难就啰嗦，一坨，一大堆。那我先暗示你，明示你了。上面有一个五加四九欧姆，中间有一个二加七是九欧姆，下面有一个三加六九欧姆，所以它等于是三个九欧姆并联，三个九欧姆并联，然后再去前后串三欧姆，那这样子的话总电阻多少？这样总电阻多少？来，它是三个九欧姆并联，然后再前后各串一个三欧姆，这样子总电阻是多少呢？九。来，我们找可爱小女生。九欧姆。可爱小女生叫做 number two。九。二号。很重要。二号谁？九九。睡着的二号起来。九欧姆。哎，先到家。九啊。先到家。你就什么都不听，就听到他说九就说九，你相信他啊、哦？好了，他这次可以相信了。三个九欧姆就是九分之一加九分之一再加九分之一，然后再倒过来就是三欧姆，就变成三个三欧姆串联，三加三加三叫做九，九欧姆 ，OK 吗？很好。下一个 AB 多少？这只是啰嗦，没有困难。来，我明示你，这个是三十跟六十并完之后，再去跟前后的三十跟十串，串完以后再去跟二十并，你就分开算。
先算30跟60并是多少，再去算它跟30跟10串起来是多少，再做再做一次它跟20并是多少，就分段算，它没有难，就是啰嗦，它就是啰嗦而已，它就啰嗦而已，要算很多遍，就这样子而已，它并没有变得比较困难。哎，那位叫做，就是你啊，我不会，22号大哥，真的，我还没算，22号大哥起来，你可以再多给你一个糖，起立。我刚才已经明示你怎么做了，再讲一次，最右边的那两个并，并完之后跟前上下串，串完之后跟20欧姆并，就分段算了，等我一下，就算出来了，啊，很容易啊，数字都很简单啊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数字都很简单啊，你的答案多少？543。打他跳两边串，然后嘞，然后再跟上下那两个并。你讲错了，最右边的那个两个是并，然后跟上下串，串下跟最右左边的并。我可以放弃了。好，你放弃。为什么？30跟60并联，30分之1加60分之1变成60分之3，变成20欧姆。20它跟上下30跟10串，30加20加10是60，所以约是60。60再去跟20并，20分之1加上60分之1变成60分之4，导数变成4分之60，答案叫15，就这样子而已。它没有难，就是啰嗦，就是烦，就是烦而已。OK， 做法都一样。来，再做一个啰嗦的，可是它比较简单。这边有一个地方，就这里，这里有个地方，这边要把它变成红色的，又看不见。这里，你把它想成这样就好了。听好了，因为这里是没有电阻的，所以分开是可以的，所以变成3 3 3，这里有一块，这里假设我乱讲哦，假设这里块是4的话，这块多少，这里就4嘛，就接下来就好了，就等于是问你这一块是多少，这块是多少，然后等于两块加起来，3跟3串完再跟3并，3跟3串完再跟3并，那就这一块，然后留两块一样，那把它加起来就好了。我已经明示你答案了，明示你做法了。可爱小女生 ，77，有七号吗？郭小姐，你要跟我底下跟我讲，不知道。啊，4分之9不要听他的。不是啊。请坐。就左边一块，右边一块是并串在一起，所以算完就加起来就好了。一个方块是3个3欧姆串联，3加3是6，再去跟一个35并联，3分之1加上6分之1变成6分之3，倒过来就是2欧姆，所以左边一块2欧姆，右边一块2欧姆，再串在一个相加变成4欧姆，所以答案就4欧姆，就做完了。OK 吗？可以吗？可以。